下午好，我是阿海。我们今天来看一套在3楼单间这个房子，可以按季度交的。这个房间呢有20多平，那边呢是厨房，看看这边是卫生间呢，也是这种灯光的。不过这个卫生间蛮大的，可以放个洗衣机的，没问题的。这个房间它里面主要是干净的。这边虽然是单间了，但是不存在潮湿，房间这个也干净也亮嘛。这个床是1.5米的，那边的是插座啊，这边也是插座网线的在这里。然后这边过来呢，这边是厨房啊，有油烟机的，看一下啊，上面可以晾衣服。如果那个衣服这个位置不够晾呢，可以晾到房东家的楼顶，楼顶也可以晾衣服的。然后这个房子呢是330块钱一个月，可以按季度交，最低是3个月起租，押金呢是500。然后这个房子呢就是这样，但是这个水电费呢，问一下房东嘛，这个水电费是咋个收费啊？哦，刚刚个房东说了是冷水6块，热水9块，电呢就是1块钱一度。刚才是。等于是几块钱一方的，一方呢就是1吨。这个房间也大，在3楼，主要是下面可以停车，免费停车呢。刚好在万达广场呢，就几百米，菜市场呢也是走路几分钟。刚好旁边还有一个大公园，还有夜市都有2、3个。这边人流量会多一点，所以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紧缺。像这种房子呢，以前在差不多就是200多、300块钱一个月能租到，但是现在因为在这边租的人多，房子都慢慢涨起来了，现在是330一个月。好了，这个房子呢就是这样了。